哎，你看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你说哥哥姐姐，大家好，我叫包小健。Hello， 他有点脏，我今天没给他洗好。嗯，别怕啊、哦，没事。不提，没事。哎，来，你说大家好，我叫包小健，然后很开心见到哥哥的小星星们，我给大家比个心。哎，不行，比不了，他不如大黑听话，你知道吗？他会害怕，他现在整个在我怀里就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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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跳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这么多人陪我们陪哥哥一起过生日，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？你说大家好，我们一会儿先把小健放走，因为他真的很害怕，他特别害怕，就是。突然就被人抓住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每次看见我其实都会躲，因为我经常在拍戏，很久很久都见不到他一次，所以他也会认生。但这次虽然我们在一起待了2个月，我每天都会陪。大哥，你这毛，这个毛是我一嘴，但是呢，就是还是会怕，他会跟爸爸比较好，因为爸爸每天都喂他们，给他铲屎，我现在也给他们铲屎，但是怎么说呢，他还是不喜欢听我。你快说，小哥哥小姐姐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包小健，因为他的妈妈就姓包，然后呢觉得长得又像包子，反正叫包小健。为什么叫小健呢？就是因为他太可爱了，每次见的人就跟害怕，特别害怕，做贼就然后就跑掉了，所以叫包小健。他很可爱，他现在长得挺大了，是不是？你说大家好，快，哇，他有点害怕，他真的很害怕。陈小健。